哎呦，欢迎凤梨叔叔，哎呦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叔叔啊，懂了。其实叔叔是超级害羞的一个人，他腼腆的，怎么有可能？我看他平常怎么有在害羞的啊？我看你那个影片，他没有人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很强，他说他很内向，他就害羞了。那你把我们当作我们不在旁边，也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稍微就有点人格分裂的。没有，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因为这个外景也是他第一次上，他从来没有上过外景，然后之前上过一两个电视节目，他说是被逼的。没有，怎么会被逼？今天也是被逼的吗？今天的呢？今天没有到逼啦，今天就是刚好也是在地，在地，对，也是在地，然后就来这边跟大家玩一下，玩一下嘛，开心啦，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因为其实叔叔他一直在强调说，他不是艺人，也不是 YouTuber。啊，他是做生意的，我到去卖牛仔裤嘛，那能 Q 能 Q 走能 Q， 就能 Q 一点，反正来就开心玩啊，好好的玩。就这边，他是地头蛇，需要报答方。对啊，我们也都是做生意，我们也是卖东西的，我们都是在卖笑的，你在卖笑，讨厌呐！哎呀，卖东西都比较特别，他什么都卖哦。真的，有一天如果你要走到最后的终点，他也可以帮，也可以帮。所以现在两塞通呢。你要两三公哦，你有连轨？他想出了，也不是五连轨，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家里环境不好，所以都开始四处打工，所以什么都做。有去学过？对，亚细亚画白亚啦，种一下啦，种一下啦，啊，就不要养红丁啦。红丁等一下，红丁是什么？红丁说什么？红丁片。红丁是红丁，就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会有那个塞风。要封你的四方，你也可以封。他会小封啊，我就是因为封小封，所以没有全封起来，大封跟小封，看到全到，他可以封，但不保证。有没有会开？不知道啦，有没有封？还没有封完那一次，就有点被追杀了，被那个猪哥追杀，对对对，因为讲的不是对，不是说太吉利啊，是这样子。然后那就反正就多学啦，对，哎，岁寒就是这样的，环境不好，他什么都学一下，新的烦恼啊。现在也是啊，生意也是做很大，开玩笑，普通普通就是。但是我想你应该非常多年没有饿肚子饿一天了哈。对，所以我昨天前天吧被告知说是不能吃东西，我想说完蛋。哎，这可怜哎，我真的没抽烟。因为长得起码拢无食烟。哎，我马新哎，那有可怜啊？我拢就可怜啊，哎呀，我拢马安呢，不是龙样前一天。晚上你要睡觉，前一天呢？睡觉，前睡觉前呢？没有，睡觉前要吃啊！你干嘛睡觉前？我不吃，吃啊！就说不能吃啊！他有三只，睡觉前可以啊，就睡觉。可以啦，前天他就说不能吃，前天就不能，今天还是要欺负人呐！你们是狗熊啊！不要骗人家，不要骗，你看人家多饿一天，还等一下说他被逼了。他进来录影哦，有拍一台那个救护车在旁边等。拍来旁边。对，沙冈都没吃啊。那可能要拼一下，赢了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。好，来努力努力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待会要请凤梨叔叔跟秀慧红苗弟啊，拍拳轮流选两位队员，心目中的精英队员，精英队员，平衡三对三。然后每回合双方队想要各拍一只小老鼠与小猫队员进卖场，队长要在场外的总部同时聆听没被选到的其他四位的机米，那四位机米要用讲台语来形容物品，听得出答案，队长就用对讲机通知你的小老鼠跟小猫去拿正确的物品出来。所以会跟台语有点关联，对。然后等于是你们两位组长，先聊下吧。先我听，先聊。啊，你有票呢？比赛啊，你也不好清楚啊。先我听，无你爱问啊。就是蛋姐派一只细只的鸟去，派一只细只的鸟啊，然后往麦场内底去，然后四个。巴肚有咁死的啦。巴肚有咁无红镜，无红镜对然后比较是叔叔，叔叔。是你叔叔，咱两个队长，听候因咧讲啥，啥物物件，咱就会当用 Coco 呼叫咱的谁家鸟子，谁家鸟子，阿哥唔食鸟啊？为什么是 Coco？Coco 是什么 ？Coco 是章鱼的。啊，你刚刚说你用 Coco 啦 ，Coco 是偷鸡啊 ，Coco 是一个 Coco，Coco 是偷鸡啊。哎呀，我真正有听无？我真正唔知啥物是 Coco 啊 ？Coco，Coco，Coco。哎，
强是强在他可以把规则翻台语。我现在觉得你没有很厉害了，我觉得他比较厉害。他讲得很清楚，哎，对啊，应该是哦，是这样，完全正确。哎、欸，他讲的，你不要笑那么开心，也比你清楚。你讲的我们没懂，是他讲的我们才懂的。哎、欸，对。对啊，要选会讲的，没错啊，不然不会讲的听不懂、啊。可是其实老实说了哈，老实说，因为您先选我，然后这边也宣传了，然后从这边这样一排望过去，我还真不知道有哪个台语，啊、因为我还不了解。但我的感觉是，你们的台语应该都没有到很好。但是我有跟豆豆演过八点档，豆豆应该可以啦。豆豆有，我也拍过台语剧啊，拜托，真的，拜托、欸。那就还有两个可以挑，还有两个可以挑，还有两个、啊。我只是少讲，不是不会讲。啊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台北人。他妈妈高雄，台北也会讲、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都还遇过台南人不会讲台语的嘞。但是我还遇过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的。对啊，所以哪里人不准？我会、欸。我还遇过台湾人不会讲中文的嘞。我觉得孟哲或豆豆都可以。应该不至于、欸。叔叔在哪里啊？叔叔在哪里？我听不到。哎、欸，你挡住。叔叔在哪裡，叔叔挡好，叔叔，福利叔叔，福利叔叔，这边，福利叔叔这边，这里，叔叔过来，挡住，他在里面。碰到就有，哎，等一下，军人，你要去哪？不是，队豆豆淘汰，豆豆淘汰，哎，叔叔，叔叔，军人在这里，军人在这，军人在这，军人在这里。你准备打一个，抓住！啊！真的是，我输了，好球！谢谢。还有一个，啊！太累了。